Hello，大家好，我系雪人啦。咁啊，好耐冇出过片啦，因为最近真系比较忙啦，即系冇乜时间睇波。咁啊，亦都唔想话我冇乜点睇，跟住又出啲嘢喺度乱噏咁样，跟住出到嚟就做唔到同大家讨论翻呢个球坛嘅一啲嘢嘅效果出嚟啦，咁所以就加上最近身体比较差，咁啲声又麻麻地，精神都麻麻地，所以就冇乜点出片啦。咁啊，希望日后如果多啲人睇我啲片嘅时候，就少啲呢啲情况啦。咁啊，多唔多人睇就靠大家可能即系多啲波 like 同埋即系留言倾下讲下波啦，同埋即系觉得 OK 嘅 share 啲片出去。俾啲人睇下啦，或者講得唔好，你可以 share 俾人睇，哇！呢條友講得好差咁樣，咁多啲人嚟俾意見我，可能就講得好啲，大家就多一個可以喺 YouTube 睇到廣播嘅一個 channel 啦，咁啊多個選擇啦，因為 YouTube 嘅演算法大家都清楚係比較奇怪，咁如果大家可以支持下就當然最好啦。好啦，我哋入一入正題，咁就曼聯啦，咁啊懶。即係可以話難得地啊，終於攞到3分啦，改一改呢個最近嘅頹勢啦。咁啊，不過無奈地係即係打全場呢，其實表現都唔係好值得，即係都唔係好見得係好有說服力嘅。咁甚至有一啲球迷呢都會話啊，呢、這個富咸痛失2分咁樣。即係因為始終呢一場咧踢出嚟嗰個表現咧係即係似乎和局係比較合理嘅一個賽果啦。不過咧喺呢一場咧，咁曼聯咧個表現咧有一樣嘢係好咗嘅，就係、是、似乎防守嗰個積極性係高翻嘅，即係因為。大家見到曼聯呢，我亦都講過啦。之前啲片嘅時候呢，都講過呢，就曼聯嘅呢個防守呢，叫做嗰個集中性啦，同埋嗰個即係全隊去做防守動作嘅嗰個積極性呢，係唔夠嘅。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呢，係曼聯一路水準比較飄忽嘅一個地方，因為你贏波靠防守噶嘛。咁如果你对波你啲人唔肯跑多一步，做好啲防守嘅话咧，你唔会赢到波。你坐和望赢啦，我当你一个消极啲嘅，即系你唔好话我好全场压制咁样打得好好啊咁样。不过曼联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今场睇得出咧，佢进攻其实都唔差嘅，好努力嘅，但系好似都系冇一个好。有效嘅一个进攻套路啦，或者一啲进攻嘅方法啦，咁样呢一样嘢都系领队阿听轻咧，就比较一个为人诟病嘅地方啦，就系佢调教进攻其实唔系特别咩，即系佢好明显就系以控球为球队嘅嗰个战术核心啦，但系一啲细节上嘅嘢，可能进攻方法啊。防守就位啊，佢唔算好有呢一个好，即系有一啲领队咧系嚟到嘅时候咧，就好似杜槽当然有车有时都算系嘅，佢好多细节上帮一啲球员做一啲嘅微调，点样去调整好啲啦，发挥好啲啦，咁听轻似乎唔系好明显地俾我哋见到有呢个特点嘅，加上呢一场拉舒福特咧，其实系。即系最伤咗冇出啦，后备名单都冇嘅，我记得。咁反而会唔会系其实应该系一个契机，令到去令到，因为大家都知拉舒福特攞喺度嘅时候呢，就会即系控球比较多嘅，同埋比较毒食嘅。咁会唔会一个契机去改善下进攻，点样去多啲人配合，即系多啲人参与进攻，而唔系一个人打晒呢？咁啊，呢一场呢，我亦都见到呢，有一样，即都对上一次我睇嘅时候啦，我见到麦汤明尼嘅参与进攻嗰个次数系多咗嘅，即我啊觉得咧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
其中一個進攻上我覺得有改變的地方，就是一個後上的中場。曼聯呢除了班奴基本上打到前場咁樣啦，即係佢唔係猛跑嘅，但係你進攻上嘅佢嘅鏡頭呢會多好多。但係麥托文尼就即係佢都肯防嘅，但係佢又係一種好肯防，好多防守動作會做，但係因為佢防定位好多時都係防中，但係佢後上係好勁嘅，原來即係佢喺國家隊入波入到好多啦。咁你喺曼聯當然冇可能啦，因為佢唔會係一個首先進攻核心唔會排得到佢啦。第二就係佢個定位唔同咗啦，但係佢喺曼聯會唔會都有一個可以利用到佢呢個進攻能力嘅地方呢？咁我覺得呢一樣嘢要諗嘅，而唔係覺得進攻一定係左翼嘅拉舒福特前場今期即係最多係可隆啦，跟住右翼就一定安東尼啦，俾佢射啦，跟住中場就一定係班奴噶啦。咁你有冇諗過多點開花，去多啲唔同嘅人參與進攻？即係核心固然係可能係你即係可能你進攻嘅時候交波俾佢派牌啦。利用他的能力去進攻啦，咁有冇諗過波係11個人踢嘅咧？咁中堅後上你都會俾佢頂頭槌啦，咁唔通角球嘅時候，中堅唔準過半場或者唔準入三閘線，前場三閘線唔準入30碼範圍內，咁冇理由咁樣噶嘛？咁有冇利用到唔同球員嘅特點咧？這個就係我講聽輕唔夠多一啲去細節位嘅地方啦，咁。同埋喺呢一個團體嗰個氛圍，就我今次調片想講嗰個球隊嗰個精神上，你有冇一個球隊嘅精神呢？唔係個人表演嘅精神，呢一樣嘢係曼聯都比較多時期，即近期會有，即尤其是呢個所謂後費格遜時代啦。有一樣曼聯嗰少一樣嘢就好團結嘅嗰種感覺，唔覺嘅有一排最後又冇翻嘅，好多時都係個人主義啦，包括可能有啲時候係以前普巴嗰段時期啦，跟住就拉超特打起就拉超特啦，普巴走咗，即跟住有一段期間係斯朗啦，即雖然斯朗球迷都不得不講呢一樣嘢，咁但係係唔係好呢？唔一定。斯朗嚟嘅時候已經過高峰，即係佢嘅貢獻其實大家都係叫做點樣講呢？你可以話忽視咗嘅，或者睇少咗呢，低估咗嘅，但係都一定係有不良嘅影響啦。始終一個高峰以外嘅球員，如果佢一定要自己做當然核心嘅話係冇可能嘅，係啦。咁亦都會有影響啦，咁但係團體嘅精神同埋一個領袖係唔會有衝突嘅，係啦，所以呢一樣嘢你應該係帶起一隊波，反而我想講伊巴喺呢度嘅時候呢，佢一嚟整得住個場，二嚟佢真係 carry 到隊波，精神面貌係好咗嘅，即佢係感染到人嘅嗰一種，而唔係即 even 係伊巴謙莫域呢一個咁自尊強、咁存在感咁高嘅球員啦，咁但係佢都做到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唔係能力嘅問題。伊巴啲高峰已過㗎，但係佢帶到隊波嘛。仲有重點，我覺得進攻上咧冇咗拉舒福特咧，即係你唔知算唔算錯覺啦。我就觉得好似顺咗嘅，系啦，就系我讲多咗人参与进攻，即系如果拉超特喺度嘅时候，好多时咧就系、是、交个波俾佢啦，跟住其他人走位睇下佢俾唔俾啦，佢要俾你走一位，佢咪俾到你咯，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嘅，佢咪拣佢咯，已经系好多。你喺 U 睇翻 YouTube 嗰度好多片咧，或者好多球評家都有提起，好多交得嘅位佢哋都冇交嘅，交條直線落去劏穿咗，分邊轉邊空曬，佢點樣做呢？推一腳跟住自己射咯，跟住就揞頭咯，再唔係就射唔到嘅時候就怪隊友冇拉位咯，隊友拉咗個位你有冇俾佢先？
唔係一定要引開個球員俾你射先叫幫手拉位噶嘛。呢一樣嘢就我就話會唔會係佢坐攬板凳嘅時候可以改善嘅一個契機咧？即係佢喺度嘅時候，而佢又上季入咁多波啦，你即係一嚟佢打起咗個信心。你都可以話佢高薪做呢樣之後就 hea 踢就呢一樣嘢就想睇啦。咁但係點樣去協調翻呢一樣嘢咧？或者點樣習慣翻？即係唔一定要靠佢啊！佢上季入多波啫。喂，而家冇佢喺度，其他人都入到喎、啊，係嘛？即係安東尼就比較失色啦，佢進攻決斷上係真係差啲嘅。咁唔右路，咁你假設或者你其他地方你出可能加拿祖啊嗰啲，即係新組就唔冇計啦，可能已經完咗啦。咁其他進攻球員咧，咁會唔會又試下咧？咁海龍其實踢落即係起碼表現正常啦、啊。咁你會唔會試下唔好成日逆？咁有時前鋒幫下手，會唔會幫到手呢？可能佢可以拉下邊呢，咁你中間咪人後上入中路囉。咁會唔會又係一個方法呢？之前就唔過有啦，就好似塔三都係拉斯福特，根本上手死去曼聯就進攻就冇板斧㗎啦。咁呢個都唔係幾健康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球隊整體需要踢出嚟嘅一個 spirit 嚟。你一人球隊，但是球是11個人踢的嘛。還有講完進攻講一講防守。防守呢又是很體現到一個球隊精神的一樣地方來的。即你很多時呢大家看球可能都有留意到。防守呢是很講求整體的。有沒有發現？因為你一定要你唔好少，即係進攻嘅時候，好多時候會講哇靈光一閃咁樣，突然之間一個好靚嘅動作嗰日，跟住就突然之間空咗嘅，係啦，或者一個撞牆，兩三個啦，打四五個啦，一個撞牆即係靈光一突然之間有球入好波咧，分分鐘就入到波咁樣噶啦。但係防守好少有呢樣嘢嘅，因為防守好講能力之餘咧，好講合作。你一單對單防守，通常第一件事諗到係咩危險？但係你兩個人，一個即係如果有睇開波嘅人都會知，一個標一個包。單對單嘅時候冇標，點解？你標咗就冇標咗，萬一人哋過咗你，即係人哋靈光一閃啦，咁你冇噶咯喎。即係假設你係最後一個啦，後面就籠噶咯。單對單個籠又係危險嘅啫。單刀入波嘛，即係你唔係個個單刀還旋嘅大佬，咁好大機會入噶嘛。咁咪守唔住咯呢球。如果你要翻转一个标一个包，或者其他人就系 mark 位遮线，你遮线，假设你遮完啦，咁你两个打一个嘅时候，你一个人就遮线，万一你遮唔晒，即系我当你顶尖嘅防守球员啦，总有你遮唔到，或者佢唔知点样交到球好波嘅时候。你又是玩完的，一定要团体去夹啦，去扛佢啦，系啦，扛住唔好飙嘛。咁其他人呢一人都孖一个啊，咁万一佢喺度推，咁你最后你都褪到禁区啦，你飙唔飙啊？你飙又冇，唔飙佢分分钟唔知点样攞到个位，可以试下抽又好，剩又好，你都系会有机会冇嘅，你一定要去。大家防守嗰个走位啊，点样去配合啊，去拦截啊，去 mark 其他人啊，好多时都系讲呢样，但系曼联之前系因为做唔到呢一样嘢，那个精神面貌系唔得噶，唔得积极啊，你咪踢唔到一队波出嚟咯，即系你曼城你唔会谂到佢哋散沙噶嘛，或者就算港队加利物浦啊，利物浦俾人嘅感觉起码都系团结嘅，因为高普可以压得住个场 ，team up 到一队波嘅。尤其是佢全盛时期，你唔会觉得即系当时轩达神系阿神轩啊系队长啦，但系你唔会觉得佢系特别飙出嚟嘅，但系喺场上嘅系有个领导力喺度嘅。你睇好多人都会讲起，即系尤其是而家佢走咗咧，好多人都赞佢，其实佢系有呢个领导力喺度，但系佢咁劲，佢唔劲嘅其实。
但是他是一个团队的分子，同埋他在场上面做到喺，即系就算有咁多球星能力标签过去就绝对系啦。咁但系佢系队长咯，而佢交到一队，交到功课就系呢队系一队波。但系曼联苏花系冇。前队长嘅麦佳亚，即系佢呢期咧。他又踢得翻出一啲表現嘅，其實即係唔知道會唔會係呢一樣嘢令到防守表現好咗啊？定係大家防守表現好咗，佢唔需要再成為一個即係大家都有份，咁佢個弱點咧就冇咁放大啦。因為佢如果團體幫補咧，佢嗰個問題就唔係咁大，一嚟佢已經唔再核心。佢亦都唔係隊長，即係嗰個聚焦點唔喺佢度，係啦。咁二嚟就我唔知佢係咪都放下咗呢一個啦，因為之前我都有講過一個問題，就係佢唔知自己個問題喺邊度，就係其實佢唔夠勁，但係佢好想做啲好勁嘅嘢。然後言論上佢又唔識得好即係放低啲嗰個。嗰、那個 level 講嘢嗰個 level 嗰個身段啊，係啦，然後覺得我係世界第一中堅，咁好明顯你唔係啦，咁但係佢放有唔知係咪有放低呢一樣嘢啦，然後繼續踢啲好波出嚟啦，你踢啲好波嘅時候少你嘅人當然係少咗啦，係啦，但係呢一樣嘢會唔會都係即係球隊整體踢得好啲嘅時候，大家？肯踢翻出一队波应有嘅嘢嘅时候，大家带起咗一队波，即系你踢翻队整体个人嘅弱点一定系掩盖。如果唔系一队波就唔使成一个人踢，一定系各有长短。一个领队要帮一队波就系做嘅就系互补长短，然后场上嘅时候呢十一个人大家合作，掩盖大家嘅弱点，跟住发挥自己嘅优点出嚟。呢一队就系一队球队。这个 spirit 应有的东西，团体合作，那会不会是这样东西影响他呢？那不知道啦，因为踢耐啲咯，踢耐啲就有机会知道啦。如果不是都即是都是一些叫做我们的口头分析或者期望啦。如果是的，一开始我们这么多个球评家就可以开季已经估到冠军啦。咁就有领队嘅问题，咁我领队呢都即係领队通常年纪大啲嗰个啦，咁理论上你加上佢喺场边即係旁观者清，你应该係睇得出球队唔同嘅问题点样去点样去帮佢解决啦，点样去配合啦，同埋点样抒发唔係抒發，應該叫做舒緩去球員之間唔同嘅問題呢，係啦，即係我覺得佢首先我都講過，就係佢進攻上嗰個調教嗰個能力係差，或者唔顯眼啦。即係曼聯到而家咧，進攻其實都唔算好咩嘅，好多時都係一啲叫做真係可能好偶發性嘅一啲。效果啊出到嚟啊，咁样就入到就点咯，即佢俾咗个大方向你哋，细致点样做佢唔知噶，佢冇人冇同你讲，即我或者我见我哋睇波嘅时候唔见得佢有好好嘅调整啦，系啦，咁防守都系嘅，佢唔算即大家睇曼联嘅波，好少会谂到就系、是、哦佢哋好团结，你唔觉噶？首先前任嘅队长啦，麦佳亚就系佢唔服众啦，即系唔算踢得好好啦，言论有一般啦。咁新任嘅队长班奴咧，讲好多就算曼联自己嘅球迷分析咧，班奴嘅能力系服众嘅，亦都勤力系啦，亦都曾经帮咗球队好多，作出好多唔同嘅贡献。但系佢系咪一个队长，咪一个领袖咧？唔系，因为佢即系好多人弹佢嘅地方就系佢燥底嘅。
踢得唔好第一件事系咩？话队友咯。但系你一个领袖会唔会系咁样做呢？唔会嘅，好多时呢，即真系再好啲嘅一啲啦，即理想化一啲嚟讲啦。佢首先自己孭咗条飞先，然之后大家倾下我哋点样解决呢个问题，我可以做啲乜嘢，然后佢再帮其他人睇你做啲乜嘢，即嗰个先后次序。即佢检讨咗自己先，我自己都认衰仔啦，我系队长，但系我认咗衰仔啦。我哋大家再倾下，你哋大家又有啲咩问题，我哋一齐改，而唔系话喂踢到咁噶，你教啲咩波俾我啊？你咁样教我点走啊，大佬？你即系你咁样，你都心谂顶你个肺啦！就系讲我，你走得好好咩？你走死位交条春俾你咩？即系你都会咁谂啦。即系呢一个咪唔系一个队长应有嘅地方咯。即系以前，即系我哋踢啲街波，即系会去睇下比赛咁样咧。个队长都唔会咁样讲嘢，因为你咁样讲，我哋一定唔服嘅，系啦。即系你可以发泄下埋怨下，喂，你一如果你真正心强嘅，你啲球攻唔入或者对波赢唔到波，咁你梗系抌春啦。但系你系咪第一件事就孖叉个队友先？唔系啊嘛，即系你都即系你最多咪安你首先你发完未？你都要安抚翻大家情绪，即你一个人想赢咩？大佬，我唔想赢啊！即但系你一个人一个领袖唔应该系咁样，但系听 head 点样拣一个领袖呢？佢拣个好波嘅，即如果你问我啊，即我会觉得咁样系咯，咁佢系咁样拣咯。但系你带唔带中队波咧？唔得，但系佢又系咪高普或者哥迪奥拿呢一啲级数？唔系，唔好话呢咁呢啲级数啦，佢系咪呢一类型嘅球员？佢可以压得住个场，可以带到队球队。即系你睇下而家嘅，即系之前利物浦我都讲咗啦，就个队长系有啲领袖风范啦。咁曼城咧，曼城嘅队长上一个系根道简啦。今季我都唔记得边个系队长添啦。但系你会唔会觉得队波唔团结啦？你又唔会喎，因为佢队波。踢得出嚟嗰个嘢系整体嘅，即系佢哋都系踢控球噶，但系配合得又好好啦，防守又团结啦，咁你可以话个领队咪个领袖咯。哥迪奥拿即系你除咗话佢好赢咗好多奖，本身说服力好够之外，你都睇得出咧，佢系要求好高嘅嗰啲人嚟嘅，而最后。佢嘅高要求系交到嘢出嚟噶，佢识得点样去执一啲，即系啲球员其实都唔系好劲噶。你谂下，即系基亚里树唔系唔劲，但系你会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好 top 嘅人啦？但系佢去到佢咁 top 嘅球队，你又唔觉得佢班即系级数唔够？踢出嚟依然系对波依然系赢噶，上季已经赢埋欧联，系上季嘛，系啊。但系你唔会觉得佢哋有边啲黑特别差？呢个咪领队嗰个调教嗰个能力咯。佢咁呢个时候佢拣边个做队长唔大问题噶啦，已经即系场上嘅影响。首先你已经唔觉啦，咁但系你曼联做唔做呢样嘢咧？即系你讲曼城，我即系你会问我，即系除非佢拣艾华里斯呢啲靓仔啦。如果唔系佢拣边个做队长得噶？但系调翻转曼联咧，你拣边个做队长都死，同你讲，即系我俾我嘅感觉就系咁样咯。你都冇一个好团结嘅感觉出到嚟，呢、这个就系领队嘅问题噶啦。即系你系 leader 嚟噶嘛，你系 leader 中嘅 leader， 你 other 定队长嘅话就系你系最大，你系话事嘅嗰个人。咁你呢个时候做唔到你呢啲嘢嘅话，队波就唔会好得去边噶啦。同埋你，即系你要点样去同啲球员去倾啦，拣你嘅队长啦，点样去调节呢一啲地方啦，人脚你点样选择啦？即系好似听啲曼联球迷嗰个咧，听系又抨击话啲人打控球打得唔好，但系喂大佬，你嚟咗之后使几多钱买几多人？你有冇谂过呢一样嘢咧？呢一样又系另一个领袖嗰个问题，你又系话其他人？你就系话，打得唔好我孭飞，因为我系一个咩啊？我系一个战士，口唔搭白，咁你点改？
你係咪真係孭條飛先？戰士咁樣你咁講，如果你有球員，你會覺得係咩啊？即係你咩意思啊？即係你而家打大佬好辛苦啊！我哋係啲大佬，你打得好辛苦啊！即係你唔咁樣又唔係孭飛嘅喎，你只係串啲球員嘅啫喎。但係啲球員係你揀嘅喎，已經啊，例如呢個安東尼最負責，即其实拣出安东尼咧，系明，其实应该明嘅战术意思嚟嘅啫。我之前都讲过，我哋团体嗰个防守性唔够嘛，但安东尼好肯回防嘅，防守积极嘅。呢一样系佢一路出佢嘅原因，就系你啲人都唔防，都唔够积极性啊，防守积极性。咁呢条友有嘛，咁我唯有焗住出呢条友咯。其他人都唔回防嘅，我点出啊？咁唔你又唔守左邊拉超，但已經唔守啦，仲你會唔再唔揾多個守嘅啫？咁左邊又唔守，右邊又唔守咯，好性感嘅右防，即係咁嘅，我覺得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而家佢都頂佢唔順啦。咁但係啲人你揀嘅喎，咁你想點先？即係又回歸翻呢個問題，一個球隊的精神应该是靠一个领袖去带动去传递，你要俾到人，俾到球迷睇，由个领队去到你，再带到啲球员点样去踢出嚟一个表现的一个球队的精神喺度咧。除咗战术呢一啲嘢之外，精神系一个好紧要嘅嘢，咁你先踢到一队好波。如果唔系咧，呢队波踢出嚟嗰个感觉，即系一嚟冇成绩，但系你冇成绩之余，你踢得好嘅，虽败犹荣啦。但系你呢队波踢出嚟嗰个感觉，俾唔俾到人呢一样嘢咧？暂时曼联真系俾唔到。你赢嘅啲人话好彩，负碌咁都攞咗三分，对方痛失两分，甚至对方痛失一分或者三分。冇人覺得你應該贏，但係曼聯呢一個球隊，佢俾自己嘅定位或者應該要踢出嚟嗰個定位係唔係咧？你未俾得翻一個真係復興嘅嗰種感覺咧，只係係咁交替。好多時就係佢解決咗個精神層面，但係其他嘢又忽視咗。好啦，去到而家啲人球員能力啱啦，成啦。精神层面又冇咗，领队有唔同嘅问题啦，人脚揀得唔好啦，即系你自己买翻嚟又用唔掂，有啲人话佢咩收钱咁样，啊，听起本身系有啲钱嘅人嚟嘅，应该唔会嘅。你分得几多钱咧？冇人买一亿佢代晒噶，但系如果唔系一亿，你睡唔喐佢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球坛嘅钱比滚起嘅钱咧，比你想比我哋球迷想象中大好多嘅。即系唔似系呢一啲嘢咯，比较我觉得似系硬颈啦，或者固执啦，或者自大啦，系啦。即系如果你要讲负面，我觉得似系呢一样嘢多过咩收唔收钱咁样啦。即系你俾我哋又贪，佢呢啲人有钱唔会贪呢啲嘢，但系唔代表呢一样嘢就系好啦，系啦。你点样去带起队波？仲要系你拣嘅人，即系啲马已经系我啲马啦，你都踢唔到，咁即系你唔掂咯。咁你就唔系一个球队应有嘅领袖咯，何况你拣一个场上嘅领袖，我觉得你嘅选择都一般啦。即系你，即系曾经即系在下都有一段时间脾气好臭嘅，冇朋友嘅真系。即系嗰阵时细个啫，但系你一个人成熟嘅时候，一个搬来都几一个成名嘅球星啦，你系咪应该咁样咧？唔系咯。即系点解整体嘅风评唔中意 C 朗咧 ？C 朗系自信型嘅球员，佢好有纪律，而且好有运动员嘅精神嘅。但系唔得球迷欢心一样嘢就系佢唔似美斯咁样样。有一样有啲嘢咧，去做一啲服众嘅嘢出嚟去表现，而唔应该做嘅嘢。你一系私底下做，唔好喺公众场合做。美斯系咪一个冇脾气或者唔会发泄嘅球员咧？唔系，佢都系人嚟嘅。但系佢会唔会俾到你睇？好少咯。你都唔会觉得美斯一个好喇喳嘅球员，即系佢系咪唔喇喳咧？唔系，都有呢啲镜头啊，你要搵都搵到。
但係佢唔會表現出嚟啊嘛。咁佢即係唔會好多時表現出嚟，好多時嘅就係佢唔出聲啦，或者默默地交咗啲表現就算啦。佢好少啲出位嘅嘢。咁呢一啲咪服眾啲咯，叫做即係總結就其實好，即係對波十一個人啦。再加上領隊啦，其實我都講漏咗，領隊都係球隊嘅一部分。你點樣去踢出呢、這、一個表現啦？即係無論係精神上嘅表現，或者比賽上嘅表現，好講團體。但係曼聯呢一樣嘢係冇嘅，我覺得好多球隊即係有時。即你可以话强队嘅比较多发生㗎啦，就係点样去引以为鉴啦。中小球队唔会呀，即我都咪和意好少啦。即因为你对波唔劲㗎嘛，你唔会特别觉得自己特别标青咁样嘅。即除非你真係劲两班波咁样啦，咁都冇办法。你觉得自己就算你自己几谦逊几谦卑嘅人都好啦，对波都拱你上去㗎啦，跟住可能几千万买咗你咁样啦。但係强队係好少，即你要做到呢一样嘢係而家係比较难嘅。以前你好少讲到呢一样嘢，因为有啲真正嘅领袖会喺度压场。即就算係臭档嘅人啦，我当可能坚尼呀、或者有冇啲咩燥底啲嘅，即但系坚尼已经系一个好咩例子，即佢都臭档噶，你都唔啲人都唔中意佢噶，但系佢但系都用对波咧，你嗰阵时好少人唔服佢，会唔会有人挑佢机啊？或者对波会唔会因为佢呢一样嘢而表现得好差？唔会，好少嘅，系啦。呢加上有个上面，你佢真系过火嘅时候，上面仲有一个领队镇住，呢一样嘢先系一个。即你怎样去分工，怎样去分配，怎样去一个核心去带动，而不是一言堂独裁啊，可以说。或者是太过一人球队那种都依然踢不做不到应有做的事。呢一样嘢，我觉得其他球队应该系引以为戒。曼联就暂时仲未喺呢一个循环走咗出嚟啦。咁啊，走唔出咧，或者冇一啲改变咧，其实好难再踢得翻一啲好稳定而好嘅表现啦。佢只会一路沉沦，或者一路即系我唔系话乌鸦口咒大家啦。即系如果系曼联球迷唔好介意啊。但系你咁样，可能你哋都明嘅，咁样对波唔会复兴到咁啊，今集咁啊讲到咁多先啦，希望大家可以like 下我啲片啊，或者讲得唔好嘅地方都欢迎提出啲意见啦，最好就可以 share 下我啲片啊，同埋真係揿个 like 好紧要啊， YouTube 个演算法真係比较难，可能推唔到我啲片出去呢，可能吸收唔到大家嘅意见，或者一啲更加多唔同人俾嘅意见啦，咁有嘅话可能我可以做得好啲，咁大家多一个睇波嘅平台去讲下波啊，去講下波經咁樣啦，好啦，咁今集講到呢度，拜拜。